如果让你说，该怎么办呢？叫我说，就把叶仙哥从节目组里踢出去，公司跟他解约，如果不能解约，就雪藏。如果我说不同意呢？哼，节目组的投资商都说了，如果你不换他，他们就撤资，到时候资金不够，你拿什么把你节目办下去？差多少，我都会。各位平时不太参与公司的运营，可能不清楚叶贤哥的流量和商业收益。他今年的通告费和代言费绝对在新人里面是非常高的，按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明后两年他极有可能成为我们公司最大的摇钱树。可我听说，就是为了给他压各种照片新闻，我们的公关费也花了不少呢。叶贤哥的公关费确实不少，但比起方凌志刚出道时的花费也并不算很夸张，而且他人气成长很快，这些费用在正常范围之内吧。看来小苏总是一定要护着这个叶璇哥了。那也可以啊，如果最后真的赔进去钱了，小苏总你也要负起这个责任。一定。好好想一下怎么收场嘛。就是拿股东的钱不当钱，弥补上投资，这么多钱要赔了，你的倾家荡产了。他肯定心里有数，你别着急。哎呀，不管你们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你等等我。所以说呀，阿晨这次可是大出血，在你身上都要花光全部身家了，你可得好好对我们阿晨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现在网上的评论真是太疯了，非说你未婚生子。回头我安排你和安安去做一下亲子鉴定，用结果堵住他们的嘴。对不起，是我教错了。安安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坏人要害我们。唐唐说的对，是坏人的错。你也别担心，爱心比赛用实力让他们闭嘴。唐唐真懂事，如果一直没有人收养唐唐的话，我可不可以收养他呢？爸，你还叫他回来干什么？你忘了他上次在医院说的什么话了？我这病也越来越重了，医生呢也告诉我，以后的日子可能不多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个，今天找你们回来啊，主要就是跟你们谈谈以后谁掌家的问题。爸，你没听说他为了一个女人拉着整个公司跟他一起冒险？如果这个节目组赔钱了，那他可就破产了。我有分寸父亲，我也说过，如果是以控制我为前提来继承苏家，我也不会接受。好了，我知道你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你了，不如就让我们看看两个月后的陈星和岭山，哪家公司效益最好，我就把苏家交给谁，怎么样？好，我接受。知道了，我也接受。妈咪，亲子鉴定什么呀？我为什么要做亲子鉴定？因为要证明你不是我生的孩子呀。可是我就是妈咪亲生，做亲子鉴定又不管用。你这孩子又说胡话了。是真的，你和爸爸都不相信我的话，等结果出来了你就知道了。哼！鉴定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？做了加急的，试试今晚就能出来。你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我帮你们就知道了。喂，你好。什么？不是，你说安安是我亲生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把鉴定结果发给我。我说过吧，我就是你生的。应该是鉴定出错了，明天
你再去另一家做一次检测吧。这不可能啊，我生没生过孩子自己还不知道吗？安安怎么可能是我的孩子呀？真的没有搞错吗？没有错。这样啊，两位，你听我说，按照你们的要求呢，都给你们取了血来和苏子安小朋友进行对比，并且啊，已经进行了三次的对比了。你们可以看一下报告，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的，苏子安的确是你们两个的孩子。你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第一次见我就叫我妈咪，后来带我去找苏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根本就没有生过孩子呀。妈咪，我是2024年出生的，你现在当然没生过。你是2024年出生，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也不知道啊，爸爸带我去找了叔叔玩，叔叔还送我这个项链，晚上这个项链发光，我们就试一下戴链子。我看到叔叔告诉我，妈咪摔倒了，消防叔叔来了，我就喊消防叔叔，叔叔把我和妈咪都救走了。所以说你是在我家发生火灾的那次穿越到我家里来，他救了我。这也太玄幻了吧。妈咪以前一直说安是一个总英雄，原来是你安要拯救妈咪。怎么，我们真的结婚了，还生了安安？这也太神奇了吧。你真的能生出这么可爱的孩子吗？这样想起来还真的挺神奇的。那你的绯闻看来是不能用这个来澄清的，我让孤儿院帮我出一个收养证明，其实安安是不是我亲生的都无所谓。从我收养安安开始，我就一直把他当做亲生儿子。近日网络盛传我司艺人叶贤哥未婚生子，绯闻中的孩子苏子安实际上是我司总裁的养子，与叶贤哥并无关系，纯粹是玩笑，希望大家不要相信留言。就说了怎么可能叶贤哥15就生孩子，有些网友就是脑子有问题。太傻了吧，这也相信。郭老师，你的妆已经可以了，可以去准备比赛了。叶贤哥，我今天一定会让你被我淘汰。好，恭喜我们的陈燕晋级成功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也会请出下一个组合，下一组呢也是我们期待已久的组合，所以呢让我们把摄像机移向影棚，让我们一同欣赏由顾林叶贤哥为大家带来的表演一笑倾城片段，有请。顾明烟，轩哥哥这些时日不理我，是你吧？是你在离间我们的感情。你自己做了什么，自己心里还不清楚吗？还需要我来挑吗？果然是你，是你在轩哥哥面前乱说话，才让他不相信我。夜路走多了总会见鬼的，苏玉兰，你以为你能骗段成轩一辈子吗？欠我那么多，这一笔一笔的账，都要从你身上讨回来。